客女仆居士，耶！那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在 Do This Spring Seven 跟大家一起度过这个难忘的时光哦。那今天和明天都有许多精彩绝伦的表演，包含我也有表演哦。那希望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快乐的度过这天哦，耶！那就换我喽，现场的各位大家好。是最压轴的 Dojo Spring Seven 同人动漫创作季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，永远七岁，而且宇宙可爱的喵吼。喵吼！那很开心，今年呢又可以回到了我们这边非常热情的 DS 的场次，我真的觉得好开心，好开心哦！我想要先来听听我们现场的欢呼声在哪里呀？这边的话呢，我要提醒各位要小心随身物品，重要的东西一定
自己的物品放在身上，不要放在角落。可以的话呢，换我们右手边有寄物处可以寄放哦。哦，那另外呢，这边也要再补充一点，我们关于详细的防疫资讯呢，都可以参考舞台区，还有服务台旁边的指示牌。我们呢有提供服务台跟医护站，里面都有备有酒精跟耳温枪，那有需要的朋友也都可以过去做使用。就让我们一起开心又健康的参与今天整个活动吧。好，那我们要特别感谢协办单位时刻动漫餐厅、GS 公会、社团法人台湾浪爱扶流浪关怀动物协会。特别感谢赞助单位八百万汤、心跳女仆咖啡、花见苹果汤。哇，这么多的单位，那另外这边也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小白龙，还有中艺音响出租行、沙漠罗、萨乐乐、哇吉阿基吉、蓝白战士春阳、卡雷伊 N O O、Studio U、林德龙、陈谷动画玩具。另外呢，也要特别感谢我们辛苦的摄影团队们，有我们的 Kenny、树大，还有云盛跟不死。另外还有非常多一起协助这次活动的好朋友们呢，也都记得在我们的活动官网以及彩音的粉丝页之中，真的非常谢谢大家，还有以及来到现场的各位，一起来完成我们这次的活动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